예. 一加一等于二。大家好，我是提曼特的一加二。上天凉，你还缺猫吗？我觉得我可以。嗯，谢谢。就是说到星座嘛，谢谢。哎，拜拜。不是，对不起，谢谢你来看我们的公演，打扰了。不好意思，就是人一时冲动也会说一些胡话。就是话说起来，就是我是双子座嘛，双子座大家就是除了对于双子座博爱这个还有什么概念吗？人格分裂。对，什么算是不好？算是特别好。大哥，我觉得佳爱可能是双子座里最笨的一个了吧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笨的双子座。我考过数学第一名呢。小菊也是双子座啊。小学吗？小学的时候。初中。你是考过第一名？第一名。你们班级有几个人？有几个并列的？全年级第一名。是那种考卷是一加一等于几，然后买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吗？那种。考卷，还是有难度的啦，对吧？啊，是吗？对，然后。人格分裂嘛，这个就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是真实的，就是是吧？嗯，就像你平时那个样子，从来不会想到你衣柜里有这种衣服。这是我新时代女性的标志。对，我的妈！她有一天居然还吐槽我，我也是受不了了。我有一天在那里就是普通的换衣服。换衣服。我的妈！她居然羞辱我。怎么羞辱你了？大哥，你居然还穿那样的款式、啊。我一下子一盆冷水往我脸上一浇，我浇醒了的。我说的是，我没有说这个，我说的是大哥，你穿这个款式，我妈妈都不会穿。太伤人了，佳爱。佳爱，佳爱，听到了没有？佳爱，大哥生日的时候就等着你送几套了。哦，不用，暗示暗示。我是很保守的人，我很保守。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，就是本来就是。就是可能大家看到我并不是特别全面的，我可能我还有很多面大家没有看到嘛。然后还有就是本来上一秒还很开开心心的、下一秒可能就已经哭的妈都不认得的那种。对，经常这样。之前就是跟黄同阳去拿外卖，我还很开心跟黄同阳讲话，然后忽然间何小鱼从我的房门里面冲出来吓我，我一下子吓到，我当时抑制住了我想把外卖往何小鱼脸上砸的那种心情，我就忍不住很想哭，这种心情实在是。然后和小玉抱抱我，我就觉得算了，好像也没什么的，没什么值得哭，这种心情。就是你情绪很那多样化。对，多样化。可是我觉得女生其实都是这样吧。不会吧？我好像没有这样子哎。有一句话叫“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”，这样吗？可是我平时听大哥在房间里面也是有那种。本来在打游戏，在那很生气，哎，走啊走啊走，耶，赢了，马上有，那很正常啊。哎，打游戏打的时候，那个队友很坑，当然会骂了，骂完就赢了，就算了。我大晚上在那玩手机的时候，听到那个走啊走走走，耶，哎，赢了，睡睡觉了。对啊，就一下子情绪转换的我。但是我现在也很佛系，我现在就是，对，没关系，就忍一忍，没事没事，你再送两次好了，我再抓两个就好了嘛，你补回来了吗？就这样，就安慰自己，我不会像你一样，就前一脚这样的生气，后仰嘛，那个突然间微笑，不会这样。反正双子座也是一个很有，就是我觉得吧，我还是一个很有魅力、很性感、很成熟又很可爱。你是不是对自己有点误解？又很可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。绝交，佳爱，哎，性感不等于款式，懂吗？懂吗？这是我由内而外的一个气质，哦、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也谢谢大家今天来观看我们的公演。